浪漫泡泡，新郎新娘缓缓进场，走进台中大甲妈镇南宫特地布置的镇魂会场。66对新人在大甲妈祖的见证下交换婚戒，许下誓言，相伴一生。幸福起飞。有天我们本来就有打算结婚，可是本来是只有打算登记。然后是刚好看到这个活动，觉得这个还不错，紧张，人很多，现在更紧张。现场充满幸福洋溢氛围，新人们不只穿着中西式婚服，也穿警察制服来参与活动。执勤跟还有跟家人保平安都来帮大甲妈祖，所以觉得跟大甲妈祖很有缘，所以决定来参加。这几个，看妈祖要给我们几个。新郎新娘都是警察，因为执勤时都有接触过跟大甲妈相关的勤务，觉得很有缘，所以结婚这件人生大事就决定让大甲妈来见证祝福。你讲起来，会使讲十全十美是今年啊，大甲妈嫁女儿已经第十年啊。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要减少的负担，结婚干那去登记吼，阿妈无办的，这嘛吃衰。所以是鼓励少年人吼，应该爱站出来啊，做出他最好的选择。庙方也准备了12里，还有知名饭店免费住宿一晚来送给新人们，希望他们在大甲妈见证下互相包容，同心到老。华视新闻林顺罗代章台中报道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